起喜剧明星沈腾，贾玲应该是大家脑海中第一时间浮出来的人。两人在喜剧界的天赋非常高，拥有很多代表作，尤其是贾玲是娱乐圈中少见的喜剧人。贾玲情商非常的高，非常喜欢自黑，经常用自黑来逗笑大家。陈赫也是一位喜剧明星，他的综艺感非常的强，在节目中耍贱耍样子，备受观众们的喜爱。两人在一起合作表演节目的时候也是令人欲罢不能，简直太逗了。众所周知，贾玲的身材非常的胖，因为自己身材的原因也遭受到了不少人的调侃。不过贾玲对于这件事却非常看得开，一点都不在意，还经常拿自己来调侃。在一次两人参加的节目中，两人表演了一段泰坦尼克号中的经典桥段。在其中一个环节中，陈赫要从背面搂着贾玲的腰，就在这时贾玲质问陈赫为什么喜欢从后面抱我，而陈赫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他回答直接将贾玲的脸都给气绿了。只见陈赫坚定地说，因为外面的风大，言外之意就是调侃贾玲体型壮硕，能够给自己挡风浪。这句话简直太逗了。不过贾玲虽然生气，但是没有往心里去，因为贾玲认为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乐，这些调侃都是值得的。也正是因为贾玲这种为艺术献身的行为，才有这样多人喜欢她。你们喜欢贾玲吗？